既然你不相信警察，你敢不相信我？你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肯屈服于现况，但这也是你的优点。方可谦是个聪明人，若他知道之前伤害过吴玉馨的变态找上了他，他不会坐以待毙。在犯罪现场里，只要关键的证据还没被发现，一切都是活的。通常去了解、探索犯罪现场里的讯息，都是以找寻凶手的特质为出发点。而这次，你要以死者的角度去思考。在最后留下一点有关于凶手的线索。